在路上三宝的肆意妄为的行径，像威力彩的头奖一样难以预测。就算保持距离，他们还是能搞出事端。最夸张是这种，自己撞出事了，最后还会回头怪你。小黄慢慢左转，一名骑士从内侧直行，硬生生撞上小黄自摔，事后非常愤怒，要叫小黄下车来瞧。